老哥，看你急急不定，或说心心不定，哎，麻烦如来如客近了。嗯，所谓何意？我来了。麻烦高俏了。想未到世界上真正有人的鱼啊！我无骗啊，已经真稀奇了。你有哪鱼啊？真是见人见相见天世界见官啊！虎标所生，这无什么稀奇啦。不过你的艺术都真稀奇了，现实真美，神力地变啊，真是天下奇术。我真的先啊，佩服佩服。啊，哈哈，这无算什么啦，只是小事小事。老哥，你何时练成现实真美这种艺术？我哪会唔知？啊，也都无聊，凊彩练练练练啦。我真的先代表莫亏啊，要向你搞很多主客。免咯，地面本来都是异性的天气，这只是小事一桩，何必真搞利索？心里搞就好了。而且我客家人，凊彩惯习咯，无习惯搞一种场所做客。你那唔去，都是莫莫亏民主，莫亏可能的真主难，莫亏那主难，你爱去吃家去吃孙，都真心善。我地好非凡公子，难道莫亏稳中守薄啊？这是莫得看我莫凶啊，我嘛是还好莫凶。这我老起来，你替我去，我也没意思。而且出家人不当公言公必差，是制造口业，我未当答应。行啦，早就算没事啦。而且莫亏啊，受下你罪孽，将来呀荣华富贵是享受不尽呢。荣华富贵，这我唔敢想。好啦，为着我遐教囡啊，我都较艰苦咧，走一转。那都紧行，行都行，唉。我的人物个，惊人的鬼哭神哦，险险的鬼，宁可认尽世间的妖魔鬼怪，只有本意。但是，人物个不但不将鬼用鬼炼化。反而造就了一个更加威猛无比的魔头，鬼王关一飞重生，仍在掀起黄昏吗？到底联盟跟技术有何用意呢？叔叔关系重大，请你再三考虑清楚吧。一条书心思相通，明明白白，心不平，我给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啊，用情不如兄弟，好。要提升魔盔，仍可顺利成功。一条叔决定关心自己的武功，输送我三团人。一条叔的苦心至高，一条叔的奉献，纯粹完全丧失武功。今后要如何立足于杀伐不断的武林呢？就在端下红领要去调查毕竿生意，两人新婚来得及时。我今使用定义功名，通敌众兄弟。我不办法，我不办法。七弟，振作！让你心系尽在你的表情，明镜啊！我明镜了，我最没高。七弟，
行行或行行，凭着坚强的意志，破庙行了不敌毒蛇的路途。木桥红顶终于来到一处光滑又飘渺的所在。就在木桥红顶走出尖路之时，弯弯的坟墓中出现了一座奇幻的门楼。是韩青兵，我吹到了。我不能倒下去，我一定要完成父亲的遗愿。看来只好再吃一粒，那不吃我不会顶上韩青兵。这种有等的功效是透支你的性命，三粒药丹服完也是就会无命。罢了，木桥红顶几多火下油灯，片刻就恢复了体力。一个人行向孤松天际昏路，追随帝都献身凶徒乌比龙军的王中人，在密洞之中用心修炼，这时候魏永官吹高路。黄金为师吉路部来去万中，注定不过定高级小龙。我今天就来布黄金之雄啊！翠华智慧的王中人已经对连环不用问，都是谁手呢？我想王林真正能夺得韩青兵吗？一俩水师兄，一出生三团人提谋成功吗？我可以挑战地位，因为掀起什么风波呢？前进的最后阶段，且千万不可错过我们的多的戏。霹雳红飞龙第三十集，红布金星。